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小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好高兴能来上你的节目。哎呀，不敢当，我们请到你真是我们的荣幸啊。你的歌声还是刚才我都介绍，我也在大你们看嘛呢，声音还是就是这么的清脆，这么的明亮了。有吗？有。我刚才看你唱我那一首歌，唱你的歌，哎呀，我真是感动哦。有点心虚啊，你好。哎呦，那唱我那查理那查这样呢？哪里？难怪你的节目那么受欢迎。就搞刚哦，对，这些歌啊，别人唱都不能代替。你有一种腔调，属于方瑞娥的腔调，对吧？你怎样的熊？这样。跟他讲所谓的听下去，对，那个龙川西的，比较乡土的，对，乡土的，古意了，农村女的为你打水枪。哎呦，哎呦，你那还搞灯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这种台帮啊灯加歌谣，我再等下个灯啊。我无你遐搞灯啦。那来，这个是正要请教你啊。这个听说今天要请到你很多这个，就我光刚才跟我妈妈拍马球一眼呢，都在懵啊。哎，你们访问方小姐啊，你给问她一下，真是的，我们好像在日本时代就看过她。什么嘛？哎呦，你太过分了。可惜，那也波起个假水啦。哎呦，身材都现在好，您打个转给观众看一下，你看，毫无任何赘肉，你看，哦，是假去了啊。是的，吃什么东西怎么会保养的这样？其实也没什么保养啊，我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体质就比较瘦，可是我吃蛮多的。丽质天生。我假扮了困，那都不够我运动。你看我的肉蛮软的，都没运动。不用，还是很有弹性。不管嘛，你敢笑吗？小哥受不了这样子，他是很单纯的男孩子，真的不好意思啦。小哥，他男人都会乞求你。这个真的，这个宝刀未老，歌声依旧啊！那但是我怎样就到时代来讲啊？现在你也知道，我们虽然还是站在这个歌唱的行列里啊，对，请教你一些内心深处的问题啊。啊，就像时代就流行的歌，大家那条，我们有一点好像不太被重视呢。就是啊，因为现在照理来讲，这个歌声还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技巧，但是它抹上永久的。因为消费群好像都改变了，就是那样小孩子嘛。那像一般我们这个年纪的，大部分是忙的事业啊，五级了嘛，好给那开啊。对。所以小孩子的真的是消费能力比较强。变成来参与的都是年轻人。对对对，所以说。对。所以听我们歌的都是就业的人，家事繁重。对呀，就是有的要标会的。股市起落影响他们情绪的，对对，又怕先生跑到大陆那包二奶呢，是啊，我怪俩搞的，伊娜跟我们听阿威了，加他湾那个是啊，没事骑摩托车没有回到家里又紧张了哦，叫最带劲的地方也够他们烦的，静不下来，好好的听歌。很多人这个观众我知道他的信件还是很多，虽然成熟一点呢，还是有那些五六十岁的这个人啊。把你当作偶像了，如果能跟你吃一次饭呐，对呀，能够跟你做一个亲近一点的朋友，是他们的梦想。可是我比较内向。南部好多大财主呢，捧水果我该夹捧，快开瓦嘴了，大家来瞧瞧。没啦。这个我都不听人来讲了，但是你自己的婚期啊，这个结婚来讲，婚姻倒是一直耽搁到现在啊。听说的，当然我们也知道，不可能是完璧之身。哎，小哥啊，哎呦，你那拢问我这个问题遐深哦，哎，人拢做歹势对不？你讲我是完璧之身，那么不爱心，那个头啊，哇！你没什么糟蹋过吗？我竟然恭维起来，有的人不敢搬上台面，这是大家都不用讲的事实。比较直接，没关系，你有什么话你就问。好，那就是我懂，我就打。但是说，为什么是你太老劲也是安怎？还是标准定太高呢？啊，就像我讲，好多人要见你一面吃饭都很难的，怎么会说自己都没找到一个？其实呢，我蛮内向的，那其实比如说工作完有真的是有人要请我吃饭，但是我是想说。咱个人出去别去食饭啊，嘛无适合啊。万一吼饮料啦，各方坑药啊，落去，是甚物安怎？小哥，你听得头会看？我就惊的啦。饮料里面下药一大堆。就是啊，我很怕这样子。你是害怕？而且我都是独来独往嘛，一个人嘛，不可能有时家里人陪。你是真的怕说人家下药，还是说怕说这个过程你并不清醒，你不要这种事？都无意思，讲算的啦，讲算的啦，都无感觉，肯定袂使。
哪讲那严重啊嘞？为什么讲这人一无结案啊？就是为什么无菜嘞？那过来听他唱这些情歌就知道，这么有感情，这么有丰富，他的歌真的没有人能代替。今天听说还要安排别的歌，《Daily Delphi》安排上面挂件。带这首歌坛也是我唱片的一首歌。你的歌曲叫啊，你也有这样的代表作啊？对，歌坛听过很多什么《异界人生》啊，什么掌声响起。哦，对对对。本水有啊，我几条挂件，我在挂断。挂断哈。那这个里面可能唱出我们同行的心声了。对对对，歌坛的唱歌真好听，我真的我想听他。听他唱，我都不想唱，我干脆下去，对不对？好讨厌啊！这个歌，我跟你唱，管理场地标准呢，你按那个慢慢高潮这样，哎呦，然后你屁股又翘起来，哎呦，你就是，我一直是滑水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看到了两公啊呢。真的，说到这个，刚才讲的情歌唱这么好啊，就要问你了，这个是不是这个刚才讲的，综合你身上这么多的条件，让我们不知不觉去想了。哎呀，现在秀场又少了，你过得还是这么好，是是啊，保养得这么漂亮，用名牌化妆品，随便手提什么的 LV 的，啊，不要一点我们扣刷，对吧？哎呀，你讲啦，有几只老狗在给你毛嘛？你是这样猜嘛？高山那些，你喜欢高山那些？刚有一个有摘掉的，这个企业家那个后边给你擦，给你擦油啊。擦也冻不掉了，擦。就是和你挖口的对吧？依靠，是有手背啦，有手背靠啦。你看看，我的在，可是没有像你说讲的那什么搞什么火那种。就是啊，这无可能，你这款身材就不会就面容绝对无可能成绩唔佳这款的嘛。想跟你怎么想话是这样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这么的艳丽啊，你就算要很单纯的过都不可能，外面引诱很多嘛，又有些人真的是怎么讲，有多精啊，然后又想拜倒你石榴裙下，又喜欢你的歌，这样子的人怎么会不打动你的心呢？啊，没有这样的一号人物啊，没有，我是觉得说，真的是像那种对象，我不一定喜欢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有了嘛，不在乎那个。对对，在钱方面真的是。那也聊聊看，你真正你会说动心，准备说跟他用心来谈一段感，什么样的？就是说，对方一定是要很真心跟我们相处，真的是真心爱我们。要有心，有心要真的就是说有爱心，然后真的想说要跟我们陪我们走这一段路。哦，那这样子，我是觉得像这样，要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就好了。那你这个人也太自私，有没有说要爱护家人呢？哦，爱护我的家人，爱护你的父母。当然是那个有爱心的男孩子，他一定会爱我家的，就是全部都要包括在里面。哦，通通要包括在里面。嗯，对对对。那钱方面、经济方面是还好了，不一定说他有很有钱。不一定说非要到什么程度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说这辈子就这样过就好了。那你就很高的身高有没有这个限制？有没有说一定要雄壮威武这种？有，我也不会，就像小哥这一型的就可以了。他身高差不多170左右就好了，不要再188几的，那太高了。说的也是，你还蛮内涵的，看身高不一定的。对，什么？我在这里学不少东西，是，还知道身高不少是吧？对啊，像我们同学里面有个打篮球180几公分，每次交女朋友都交不到。一听到外号，一听外号就晓得了嘛，外号叫吉娃娃嘛。我不跟你好了啦，真的，他一直让我笑。刚才我第一首跟那个歌坛都唱不出来，结果我脑拢鬼也拢弹嘛，那唱歌拢。这里面聊天中有很多的启示。那还有一个同学小小的，女朋友都很漂亮啊，后来分手还要死要活的。小小的个子，个子矮矮的，很厉害。那我知道。外号也是不一样，就听是外号就晓得嘛，叫做神木。你是说我们前面那个帅哥是不是？那个制作人是不是？哦，这么说来，你这个也其实也不难追了哈，并没有定得很高的门槛啊。就是啊，努力啊。哦，那现在目前还是小孤独处了。就是有对象啊。有一个对象啊，对对对，我以前看过你，那个男的也蛮啊，还是很客气的人，每次来歌厅，有的时候想接你上下班一下，都站得很远呢。那个人蛮好像，啊，也不懂他是说怕影响你，还是说啊，他比较害臊。哎，这个人，我觉得他很顾虑到艺人的这个对一种感觉啊。啊，这为什么你这样蹉跎人家那么久呢？这样也是有一点，会不会越走越有一点责任感？对方应该蛮心动。他继续说，就说生一个囝抱一个孙郎嘛，北部买五忙。像这到这个年纪说再生小孩，我觉得说也不需要啊，因为真的。是还是停掉了已经。
是念头停了的。跟你怎么讲？这个据说是这样，据说这个医，我是常常看医学男女的。他怎么对什么事情都那么了解嘛？你怎么这样子，把人家一些心声都讲出来了？他这样的演员，他算是无聊的人，没事翻翻才知道。哎呦，女人的一生只能排卵差不多几百个，那后段的就是比较不太好，当然前面的太早也不太好。就中间这个阶段，兄弟就要嘟嘟后。哎呦，我未生啦，已经未生啦。就是你安尼讲啊。哎，这个时间这是最好的时候的，真的有时候自己怕说，哦，到这个时候我们生会不会特别憔悴的快一点啊？而且，对。但是 AK 现在也有，你没有想过吗？用我们的跟我们心爱的人的配起来，放在别人身上生，起码五勾零哎，代母啊，你知道？哦，对。啊，毛几块来呢？我们把几鬼啊？也没有尝试，因为我就没思想还没有那么新潮。哦，还是说取这个东西，好像我是不懂啦，在医学上去取的时候会不会很困难？这个过程上，取女孩子的还是男孩子的？取男孩子的好像也要给我们一点书籍看一下。有时候我们也要选一下，听说，因为我们同事有什么张晨光他们都有讲过嘛，他们真的哦，有太太在等。那小哥其实你也可以吗？我就听张晨光讲，太太在等，医生说快，张先生你要快要，还要有温度最好，知道吗？哦，也是很累的，这很累，关到个小房间，就为了小孩子这样，我觉得很累，不一定要有小孩啊，就是说自己过得很快乐就好。这你就不懂男人女人不一样的地方，男人要等也是很累，拿一个试管站在那边讲，四边都是墙壁这样，哇，那真干苦啊，那看看那些书籍不好看，什么徐娘乐了什么一大堆，查太太夫人的情人。啊，也是很辛苦。那女人好像，你有没有同事有这样做过的？我有同事有。那过程有没有聊的也是很苦啊？也很苦啊，就是常上医院啊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还要口服什么啊？对对对，打针注射。打针，然后又还要干嘛的这样？是是，这还没有关系。有的正在做的时候，有些医生还有很多要实习的嘛，也要带一些新的。对对对。到对方有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完全麻醉，旁边很多戴口罩的医生做了一半，这样来来，大家来看看啊。这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了解呢？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子，好多人在那边看，他说好多围满，还有观光客刚好从那边过来，就是哎，对对对，就在那边看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后来那个我也不相信，他说真的是医院那边，然后他是玻璃嘛，啊哈，那他是看到玻璃外面有人，好多人都在那边。顺便教学一下，哇，叫马医生，这也就算了，有些医生主治大夫直接还非要我们喷一下妇洁液，比较讨厌。现在还有安排歌呢啊！好，我再来安排这一首。本来我想跟你合唱，你要跟我合唱的歌啊？对呀，就是《风中灯》嘛。我看你好会唱。风中灯嘛，哇，这个歌也是，听起来也是。已经离家我的感情，就是这一首。哎，我刚刚是示范一下，这就是其实就是你的声音啊，有这种这样哎，春秋中风啊呢。要放不放，这是你的特色。已经离家我的，我不会这个，我不会这个灯啦，要放不放啊？呢，放足久拢放袂出来。哦，都放有两款的。好，有两款。有一款是点了，有一款会浮起来。你奇怪，你对小哥，你对这个怎么那么研究啊？受不了！我唱了达不到他十分之一啊！哪有，我没有唱你这样子，真的，你唱的好好听哦，好气哦，嫉妒死的哈！而且在这里，在这个听你这首歌的时候，这是最后也要祝福你啊，希望你早日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收到你的红帖啊，或是假的烈昂能，对吧？来，你叫我。小哥，谢谢你。我这个人，这个也不是小气的人。我要接到你的这个喜帖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送你一个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一定很少有人得到的。什么？你干脆现在直接跟我讲。这是独一无二，全世界。我会亲自画一张卡片给你，你知道吗？卡片。太嚣张了。欢迎欢迎，彭世林校长。小哥你好。又见面了，是你的权利。再次邀请你来到节目中啊，因为让观众颈椎来一下，来韩中啊，对喜欢听成熟歌路来讲，你是第一名来了。哎呀，那样你讲，我大家嘛拢在看你的节目。啊，过来继续给他们捧场。就是啊哈。在这来感谢一下你们这么优秀的歌手，常在节目中走动。其实你节目可看，很有可看性。哦，阿内好。而且又是
每一天的节目来宾都是不同，而且你又那么会唱歌，对不对？话语方面也是那个无正经啊。对啊，真正常啦哈。真正常啦。你们吃红包啦。听讲观众袂当接受，我想讲我较早迄个哈那种风格哈，但是嘛袂使讲假啊，咁唔捌对吗？所以聊天中。当作工作单纯啊，恁小，其实小哥大行都嘛捌，都嘛伊讲假，讲都唔捌，拢爱请教。哎呦，来几多？我咖喱厂在提出疑心病，一些小细节，什么事情你都真的都蛮懂的，是生活里有一些小聪明的，同时间常常聊天的，对，台下那更是没什么在暗卡门的，尤其跟你聊天就特别高兴，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，碰到这个熟朋友都不用什么剧本呐，主连短那就流畅。但是我比较不会讲话啦，请你多多指教。真客气啊，真的对我们这个咱尤其你的出现哈，这个对我们一些下港的颈椎朋友啊，帮聊的啦，鲜花的啦，这是超难的啦。那侬做个这样子些，那跟那红豆压过呢？我就是讲奇怪，在这些地方，怎么颈椎人的少年人都招来城市？哎，对对的。奇怪，那年长的朋友还是留在故乡，就这样。听了这上面歌曲，叫我好的安慰他们的心灵，跟给他们音乐上的滋养呢。都是咱家老歌手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那些老以前的老歌真的蛮好听的，越唱越好听。但是真的是，有没有戏团体？消费者好像越来越少。是是是，就是偶尔呢碰到什么什么国庆啊，还是母亲节，真的我们的这些歌又动起来了。我得那个一号本地的带回故乡给一些什么海外的朋友，让他回味回味，最有用了。真的真的。尤其你的歌啊，我都在车上都有你的歌。哎呦，这个。哎呦，你唱一点什么歌？一些点什么歌？是多一条嘞。哦，你唱一点男性的《哭恋》。啊，男性。唱的真好听，真的真的。我车上有他的台语老歌，吃的真的，我就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是没有这种耳福，你看，我们以前唱那个歌啊，那个歌词多好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再包装？对，再包装，再重新再对。是，还是要可以吸收一些时下年轻人慢慢来接受。真的是太好了。请问杜家一条上什么舞伴？我春宵巫婆，这是很老的歌啊，这小孩子唱的。啊，我记得我真的是读幼稚园的时候还记得哈。小哥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年纪也差没有多大，你怎么说什么小孩子的？本来是这一首歌是男女合唱。我是大班的时候，你那个小班嘛。那我找他合唱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要了。”我说：“一定要小哥合唱才。”这是后半段我还记得，尊尊又来又来，尊又来，对，很轻松的，对对对。还是你的歌曲啊，怎么讲，收集的比我们多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的球进人当然不会记起的，是是是。今天来到节目中，刚才讲今天的内容啊，也是我去发现，哎，刚才朋友啊，大家有年纪的人听了一定啊回味无穷。过来介绍一条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带几首《目屎飞袂离》。哦，这都是自己比较算是时下流行歌后来写的哈。差不多也七八年了。哦，是下面两个作品了。陈百潭。啊，陈百潭啊，哇，就两把真久无看。这一首歌本来就是很好，但是就是那个时候。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刚好是股票崩盘的时候，就我那心境从此是不唱这一首，本来是这一首要主打，后来我一直都不想唱的。可是这一首歌真的是很好听，那我现在想起来说，好歌嘛，都提出来唱，提出来唱我大家听啊，别再改遗忘啊。真的真的，虽然你已经落去落去了，卖个草鱼啊，对吧？但是你还说到股票，待会我们来请教您一下。股市的起落跟这些，对，小哥你不要这样子嘛，彼此彼此，你自己也是对不对？我是还不太懂的状况下，就莫名其妙就聊了一些。那细细那小姐，方小姐，细细那那些。哦，方小姐是唱能好起来呢，妈妈吃过甜头的地方。小丹再来说到这个非常非常高级的，我知道有一阵子在歌坛的差不多这个股市最旺的时候，台湾甚至涨你一截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好这一张唱片，哎，有的时候要崩盘的时候，就这张唱片就出来了。是，而且那个时候还算是秀场上是。卡不会香，卡不会香哈。但是你这一号人物绝对不会缺席，就是常常说啊，彭水我那交给我同党，哦，今嘛无要抢我啦，股票探家是变贵，啊那股票崩的你唔知啊，我跟话。来来来，小哥你不要这样子讲。是真的也吃过甜头啊。对，我是觉得说哈，不无论是玩什么做什么，就是有吃到甜头才会越着迷，然后越下越多。后来下来的时候觉得不可能，春天会再回来。对呀、啊。还是没办法，越钓越一直捕获，一直捕获，一直捕获，捕到后来真的是 no money， 没有办法捕。哎呀，结果就哎呀，把它砍掉了，不得了，从此砍掉了就又上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这么惨？买到最高点，卖在最低。
系。有故事啊，嘴一来一去。哦，我们不然我们方小姐不是操劳，刚才讲的很小就成名了。台南起来的就最更迭拢伊个啦。妈妈，小哥，你是说你妈？你不要说，我哪有那么有钱？我说，什么事？赔得很惨，他说只有叹一个气而已啊，那我多。我挂一地去，对吧？妈想这一块地，你不要这样说了，没有啦。跑去个真厉害，哪有那个时候跑场好跑的好厉害？一句一句累积起来，一天跑6-7场哎，好可怜哦，真的欠那么多钱呢，你不晓得好辛苦。啊，那么在股市里面我是不太懂啊，就是说有人假如说我们的补钱的时候，差不多要几天以内就要补上去，是不是三天？但是我是做沙刚来啊，对，但是我是做垫款的，就是当天就要补。哎呦，那个张老师知道吗？他老婆跟我很熟啊，他老婆赚好多，那老婆每会好会赚。他是眼光要这个是完了，大家不同的这个看法就糟糕，几天都跟他讲起。他那个基隆那个土地嘛，就是他老婆，他也有赚。拍死公司哎！我其实我们张老师是为艺术在玩，这个是本身这个环境生下来的，就出息的讲后也给会。是啊是啊。马上我们就是一句一句后天，你说不容易。就是靠自己努力这样赚。哎呦，等一下。好辛苦的赚了几十年，就这样一夕间就。哎呀，所以说变为乌有这样。所以股票还是要动脑筋，要智慧的呢。真的是不简单。我是觉得说，没有玩就不要玩，那玩的要用一种长期的投资心态，要长期的，不要再每天抢来抢去，很辛苦的，没赚到钱又心脏病。哎呀，我也被心脏病，打刚才守在电视机前起起落落。对，又像现在说1:30，有的很多朋友都1:30都没办法吃中餐了，心情一点。无啊，1:30了才当吃啊，是胃肠阁怕怕呀。哎，丢底下得掉。什么丢底下？是什么丢底下？你等下丢底下得掉。我是努力的贡献。是是。那现在教练在讲，老公讲凄惨，现在何以为生呢？我看你蛮水噶呢。那有啦。身上这套衣服还是名牌，几开了去？这什么牌子的？这个好久的衣服了。这英文字绝对不会白写，这什么白啊？这是Moschino。哎呦。比较他的衣服比较飞行，我比较喜欢穿。比较飞行啊。飞行，比较流行。小哥不要这样说嘛。啊，这边何以为生的，是不是？哇，弄嘛。哇，卖公，你家素也一定有后台的。也是有做晚会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做晚会。我叫唔相信，你一定有后台的对吧？那后台啦，前台都无那后台，因歌厅拢倒后边那后台，后生。无经验未给，你看身材保养的又这么好，好呀！今天穿这套红的，格外的显得像艳丽啊！你看哪里谢谢？那我可怜坑底下赢嘞，对吧？哎呦，现在坑底下赢嘛，我想要做机关。小哥，不过我们两个见面都会谈这个，小哥真的很关心我们，说嗯。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在一起？有了，都对了，早一点结婚了干嘛？他真的很关心，他每一次问碰到我就是谈这个，我觉得他真的是。哎，不过刚刚是我们一般人，我刚刚是代表一般人的问法，总是觉得说，那我可能一定有后台一个男朋友上。可是我倒是真的相信你啊，因为原来寡亲无当时啊，不像各位想的说，对呀，怎么讲，他嘴出的，还真的是蛮单纯的生活。生活有时候蛮寂寞的，外人都不了解我们的心声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好像只会歌唱而已。真的，其他的我们都一问三不知。但是也是不敢乱投资啊，那投资怕说有。对对对，就事业上不敢乱动，那情感方面呢，就是有的时候情感稳定就好，稳定就好，也不敢乱变。真的。因为人跟人了解要一段时间嘛，对对，他的很波奇亚都有几年，个讲嘴你也了解，那个对哇，万一别人有别人的毛病呢？这个虽然人不是完美的，但是差不多都摸透了啦。那个瓦杰告诉一个，他有他的新的有新的毛病，那更糟糕，又要去调试。小哥有毛病啊！但是今天完了颈椎你啊，蛮钟情的。对对，我这人蛮没办法，讲西中啊。哎呀，咱告诫你一句啊，有就好啊，卖想嘛。啊，真客气！今日我哩出去，够有人哭叔叔啊！不会啦，你的对手会不会还醋意还蛮大的？因为你还是很活跃的，你刮短来的呀，或邀请表演。不会啦，因为我觉得说彼此要信任，比较了解。啊，是是，这也不错。其实有一份固定感情，内心说说看是什么？是踏实还是有一个人在等你？我觉得比较踏实，踏实不会觉得说。不晓得怎么办呢，空虚这样，生活会比较有那个活力。是是是，空虚。你们一个月见几次面？
有的时候南部北部，可你不要一直这样问吗？金导要跟他哇，是一种关系。观众有个关系的，这问题蛮有意思。常见面啦，常见面，每天都在见，小哥。哎，真的，欢乐人以前就是这样。其实你是女人味道很重，查甫人看到你这款人，骨头都缩起啊，真的。什么亏啊？什么什么气啊？什么都会消的。进给我上面完了，哎，夹错是哪里功能骨啊？你哪安呢？哈。其实私底下我不敢呐、啊，就是开玩笑的时候我才会这样，私底下我也不敢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好像很伤疤。有的时候上电视啊，女的读的什么贺一航的于大哥，会不会他有没有说你给他楼上面这不摸摸人哈？你都跟他台端的，会不会有时候介意？哪有？有时候我装得很正经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给给他洗洗吧，不，你洗吧，不正常是吧？”对呀、啊哦，就是。不能这样子，这样不对耶。他说我这样不对，我说那我弟的意思，公公关心来发出来先。他一个也笑起来，来出来。不是乱跳，爱发出来。炳哥啊，一真的要你来诠释，就是讲老瓜来的还有口白的，嗯，讲的还要有感情啊，无感情的无。我觉得在差不多40年代那个时候，哦、嗯、是50几年代那个时候、哦，歌都是有口白，差不多拢安尼。大条歌拢口白，啊，敢那口白内底内容，佮足足水安尼。我听过什么郭先生的、啊、郭先生啊，啊嘛，我听你讲什么王先生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颈椎就挂口白。这一首歌是我先唱、嗯，后来很多翻唱的，有些丁先生啦、啊，什么哦，佮丁先生真多。啊，我丁先生，什么吴先生，很多先生。哦，宰人好多对，他的词义就是不能乱改，对对对对改了总让他无艺术一样。对 对, 对，但是。里面的歌词就是还是那个内容，一段一段的感情的越来越渐进渐浓，有意思，所以这种歌绝对不能够切头去尾啊。收看我们的影片，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